大家好，我是梁。今天是2022年3月6号，天空一片清澈，太阳高高挂，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。走吧，看肉肉啦。肉肉们都开始生长了，你看叶心翠绿的样子真美。漂亮的白凤真是美到不行。这里买了一个白色的高盆，然后呢，原本这一盆的沙漠玫瑰挂掉了，旁边这些全部都是那个 baby tears。我想在这中间把完叶基修理，因为它的叶肤全部都发小芽了，我想要帮它铺一些土。然后呢，把它直接种到这里面。先来预设一下它的效果，给大家看看，给你们看看。如果这个完叶基秋粒像这样长满盆，然后呢，满满的放在这个白色盆上，然后又出状态的话，也是挺美的，不是吗？我喜欢你。好了，就来动手咯。好漂亮。就直接在这上面把我配好的土铺上去，然后再把小苗通通排上去就好了，只要表层有一层土就够了。
然后因为是小苗，所以我们要先浇一些水。我已经在里面浇水，然后呢，把这些小苗全部都放进去，好像有点多，先放一些就好，然后把它弄开，整理好，看这样满满的不够，再从这个小苗拿来把它补满。自己业夫就是这么一个好处，你想要铺哪里就铺哪里，把它铺得满满的。最后呢，再来看看它的成果如何，漂亮，我再把它补满一点。好了，我把它摆满了，满满的一盆。这个完叶鸡胸粒呢，我在台南很少看到，他们都只有卖鸡胸粒。当初这盆是找了很久，然后在一个大盆里看到，但是它写的是珍珠鸡胸粒，其实就是完叶鸡胸粒。把它控得比较小比较圆，然后很漂亮，而且当初买的时候挺贵的，一小盆而已就100块了。其实它应该很好繁殖，你看发芽率这么高，而且我也从一小撮把它变成两大盆了，现在这个是第三盆，我希望它可以长得很好，剩下的呢就把它种成小盆，到时候可以送给朋友。好可爱，然后就来慢慢观察它的成长。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它直射阳光的时间是只有下午几个小时，应该是没问题吧，反正观察看看，如果不行再换位置咯。好看吧，可爱的完叶鸡胸粒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完叶鸡胸粒就分享到这里咯，欢迎评论点赞，记得要订阅哦。
们下个视频见咯，拜拜。